答题继续，请听题。淳于流行于春秋至汉代，多用于军中。这件青铜虎钮淳于是战国晚期的巴人作品，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 ？A. 乐器 ，B. 酒器 ，C. 铸贝器 ，D. 石器。请抢答。志刚抢到，你的答案是？我去过三峡博物馆，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淳于，我看过它的说明，应该是乐器。祝贺你答对了，谢谢。为志刚队加上10分，谢谢。实际上这种虎钮淳于，它到了战国，到了汉代它也有流行，实际上往更西边到了四川，更南边到了贵州，也有很大的区域的流行度，所以这个虎本身在长江上游地区也是比较多见。